大家好，我是刘烨。今天我和我的伙伴想把世界名著《悲惨世界》唱给你听。《悲惨世界》讲的是一个全人类的故事。过去200年，我们人类往前走的时候，它提醒着我们，人类为什么要往前走？它是跨越时代、无国界的。如果此刻你对生活有些倦怠、沮丧或焦虑，请和我一起走入这部世界名著吧。你会被它的伟大光明包裹着，温暖着。雨果曾说，只要世界还存在着苦难，类似《悲惨世界》这样的作品就不会是无用的。有一个比大海更浩瀚的戏剧，那就是天空。有一个比天空还辽阔的戏剧，那就是灵魂深处。在可怕的墓地里，在可怕的墓地里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在可怕的墓地里，睡莲不停地颤抖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卡斯坦举起石头，在克拉玛的草地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听着呐喊怒吼，我要成为凯撒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听那森纳尔倾诉，我要做国王皇帝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我不要这口棺木，我要占有卢浮宫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在他们的尘土里，流浪的人谈论起义，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为什么如此愤怒？为什么如此愤怒？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巴黎不停地站立，悲惨痛苦。